大家好，我是柴。好，我是鼠。欢迎收看柴鼠开吃。我们现在在信义区这边下雨耶。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来这里？因为要来吃一个麦当劳最近的新产品，章牛起司黑堡。它有出另外一个红的，红的是5月2号啊。意外发现了另外这个红玉鸳鸯花圣诞，它是上面有一颗一颗正方形，这个应该是果冻。它是红茶冻哎、欸。哦，有焦糖。它上面黑色的是焦糖。我想要吃它下面的那个脆麦芽粒，所以搅在一起吃就会变成奶茶。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吃哎。下一个是鸡球，类似像鸡米化的东西，然后它有附一包，这个是海苔粉。我知道了。对啊，它就是比较大颗的鸡米花。打上粉之后变成这样啦。那我来吃一个。但我觉得它这个海苔粉很好吃。最后是今天的重点，就是双牛起司黑堡，黑色的汉堡。我本来以为是竹炭，就其实是墨鱼。墨鱼。对。它的颜色跟我想象的有点差别。它是有点咖啡色，像巧克力。对对对，我在吃巧克力颜色，黑眼豆豆。是巧克力面包吗？还好哎，就是没有什么墨鱼味，也没有墨鱼味，它真的很像巧克力豆豆哎。给大家看一下牛，它写说双牛哎，所以都有两层牛，即使的外加很重。哎，对，还是要叫我们厨房来做那个巧克力汉堡。巧克力汉堡，哎，好像可以试试看。对啊，那我们今天吃就到这边结束咯。今天好快速哦。对啊，整体评价如何？要尝鲜的话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哦，那就开始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今天要借这个事情顺便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开 IG 了。在我们的 IG 上面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的照片啊，就是照片而已。我们要干嘛？要派克老板的照片。派克老板。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这支影片的说明里面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follow 一下，然后 IG 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活动吧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拜。